睡着了吗，阿姨？还没有，等哦，还没有，不是，闭眼睛吧。我每次哄阿姨睡觉都很费劲，然后阿姨一到阿姨那里，她就马上就睡着了，还是说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爸爸的卡蒂窝没有味儿吗？为什么每次一到爸爸这儿好就睡着了？温的。是不是给熏晕了？每天都给熏晕了。我开个玩笑啊，其实我老公每天都洗2次澡，洗的皮肤都干燥了，浑身痒呢，皮肤都洗不好了。我就是开一个玩笑，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你看，这个才是睡了。送给你。是睡着了，他是困的，但是我哄半天，他就眼睛瞪可大了，看看看，然后还很困，然后一到爸爸这儿，你确定他的鼻子是露在外面的吗？哎，你又看，不会是缺氧吧？那你从下面看看，你蹲一下，你蹲吧。那我手拿走了，那不是那个人。但是我每次都怀疑是不是给熏晕的，太臭了。他说有味儿啊，有味儿啊。包括 Tia 也是 ，Tia 睡觉也是要搂着你这里睡着。我说爸爸这里有什么迷魂汤药是吧？迷药。现在他睡觉还要说抱我，我的，这是这样。Tia 睡觉的时候抱你。啊，我搂了一个手放，两个手都有抱我。然后有的时候放下面，一个上面，他才睡觉。美的你啊，哎呀，美的你，我真羡慕你呀、啊！宝宝会干活啦，啊，在给毛衣打毛呢，会干活啦。看看他自己的穿搭，呵呵，本来我给他穿的很漂亮，他非要穿这个马甲，这个是。应该是朋友送的一个马甲。哦，好啦、哎，妈妈都好打好了，你看她穿的，自己的穿搭。这还有呢？没有了。好，完事了，给阿佑穿上啦，关上。好棒啊，Tia会干活啦。好了，阿佑穿吧。当，穿上啦。我们东北现在呢，快停气了。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停气儿了。我Tia来了，然后有点冷了，降温了，未来的十几天会更冷的。哦，感冒了吧？是不是穿少了？爸爸给穿少了，刚才就穿了一个短袖，所以有点感冒了，对不？以后听妈妈的，多穿一点啊。好，多穿。还要穿，行了，你已经够了，你够多的了。哦，这期要感冒了，要用 BB 器了。哦，所以还要再穿呀。嗯。你不是穿了你就能好了的，你已经感冒了，下次不要穿太少就行。戴围嘴吧。哎呦我的天哪，给你戴上。嗯。好吧。今天阿言要挑战印度的Dosa，印度南部的一个好吃的，现在正在跟着手机学，要挑战一下Dosa，人生第一次做，一辈子第一次做。嗯，对，这个馅儿，土豆馅儿已经做好了，这个面糊要在饼上弄成薄薄的一层，是吧？这些东西呢？饭就不能把我的菜拿走吗？有这么难吗？你把我的菜拿走不行吗？很像煎饼果子。哇塞！इसमें छोटी इलायची, बड़ी इलायची, काली मिर्च, दालचीनी, लौंग और तेजपत्ता। अगर आपके पास ऐसे कोई मसाला ना हो, तब भी आपके पास में जो अवेलेबल है वो डाल दीजिए। लास्ट में थोड़ा सा गरम मसाला डालेंगे तो टेस्ट बैलेंस हो जाएगा। साथ ही डालेंगे थोड़ी सी देगी मिर्च या कश्मीरी मिर्च। इसमें तीखी वाली मिर्च भी डालिएगा।成功的哈，不知道啊。
你吃不出来吗？吃出来也行，但是有一些地方不行，你没有那个工具。就是这个馅儿的味道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定位，你做的馅儿应该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味道，然后点上吃，主要是这个都撒。你看它这个广告上面它的这个有多薄，但是阿言这个明显是厚的，而且味道怎么有点酸酸酸酸的感觉，酸酸就里面带的酸酸的。这个就是不是很成功啦，都是。还有就是大家看他做完那饭的现场就很烦人，就特别烦人，你看一个大锅两个大锅三个大锅四个，就他就做了一点点东西，他就不能边做就边给他收拾干净，哎不行。吃完饭呢再陪孩子玩一会儿，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比较简简单单又很充实忙碌的一天。